大家好，今日系十月二十一号。嗯、今日咧，嗯、虽然你睇到好似下跌嘅板块比较多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如果细心去睇嘅话，我哋睇得到上升嘅板块入边有保险啦、啊，有地产啦、啊，有汽车啦、啊，有银行啦、啊，而呢个电信服务咧，咁就算佢系跌，不过都系即系好轻微嘅跌嘅啫，因此。 今日嘅跌市入面咧，其实都是相对地咧。